또 因为我们给那个医那个口腔复健的陈邦奇陈老师看了大概有两年半以上了，那他是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建议，所以我觉得既然老师认为有这方面的疑虑，我就带他过来做那个口腔方面的检查这样。他是说哪一方面？他是说他觉得他牙齿好像，对，因为他是用冷水去跟他做刺激，他觉得他有感应，好像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他是有这边是有蛀牙了，也不是说蛀，就是有牙根的地方有点磨损。对，不紧张，嘿，就这个，对，放轻松，对，就这样子，好，放轻松，好，放按摩一下。就这个地方啊，对，他有说大概是这个地方。 对他对我 他以前有补过银粉，可是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个还有后面这个假牙也有，这两个都有问题的，这两个牙根都露出来，所以他对冷热会比较敏感。对，他觉得他对那个冷的刺激有。对，所以他建议我们来看看医生这样。我帮他清一下看看，我帮他先清一下看看。他是那个发生的。哇，好，那我是从这边看。对，可能我们要换位置比较好。那我把这个。那个眼睛要不要往上面一点？对，可以往上面一点。对。好吗？不怕哈。对。先担心啊，不紧张啊，哈。啊，不紧张啊，哈。不紧张啊，妈妈。放轻松，哈。不紧张啊，哈。对，不紧张，把它清干净。不紧张啊，哈。不紧张啊，哈。对。女儿在这陪你啊。我不紧张，帮你弄干净一下去。哎，不紧张，妈妈，这医生很棒啊，医生很棒啊，哈。医生很棒啊，哈，不怕不怕啊，哈。好，休息一下下。休息一下下。